撤了！啊，怎么打到那边去了？这只哦，这只很难玩。啊，我要熟悉一下他的技能才行。啊，飞还要穿普攻，怎么这么忙？我看一下他的技能组，穿普攻的用意是什么？每三次的普攻进行强化攻击。好，我懂了。哇，好复杂哎！我们换下一只好不好？这角色这样子飞来飞去、秀来秀去的，这个上天我还是挺熟悉的、啊，但是是上西天啊，角色真的是偏难啊。OK， 我会了，我又精通了一个角色，没问题。来了，主播已经精通了这一只。我走中路，看一下我们这样打谁？娜塔亚。哦，完了，一下的技能是啥？一下这个角色我不熟哎。怎会听见细族的悲？娜塔亚，对方的克里希是辅助吗？边线的。哎呀，好凶啊！这个人的打法，是个水啊！谁被压制了？敌人消失！啊，完了！与无足是希望。风起云飞扬。他这个玩法，扁他吧！哎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家的刀锋快乐了。他这个玩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对面上面四只。出了点问题。不是！刀锋又开心了。原因先收掉。别！打不死，撤了！哎，闪一下！果然是凤凰之源。没事，安全。他没了，弄他！漂亮，这波一波打回来，妥妥的。这边我们来刷刷野怪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成人之事。漂亮，一波双杀，哎，吓我一跳，想说什么东西在暴打我，好危险，差点就倒了。请求集合，进攻敌方。那个的鸟人那天啊。不是你干嘛？啊，大招没上天。这怎么回事？进攻同风起。哇塞，这怎么那么精彩啊！天哪，这里我要再下来了。啊，我按错了，我反而到了一段。没事，小问题。哎，中路。正在路上进攻。漂亮。
七杀了，七杀了，这边很缺。三山。出事了阿贝，这个走位，这个走位。来了，成人之事，毕竟始终。哎呀，刚表演多滑了一下，瞬间就上天了。哎呀，我们这波兵线很差哎，其实，真的要打这波吗？不太行啊！撤了撤了！啊，怎么打到那边去了？不是不是！小心啊，很容易被一波逆转啊！他们刚刚直接杀到人家家里去，超危险的。好，来了，我们这边一波爆发。请求集合。自由。啊！出事了！克里希，克里希，扁他，扁他！水啦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他等下就倒了，他这个走位。制裁他！来了来了！哎，啊！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的大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！来了，大招进场，一个普攻 A。打死了个梦梦，这波也是挺赚的。哇，赵子龙一打三，注意我方，凡恩。赵子龙活下来的边。不是不是，这个玩法，注意我方，这个玩法真的是要输了。等等，帮你点塔，帮你点塔，哎，刚已经赢了。就刚已经赢了，成人之事，没事啊，毕竟始终，势均力敌啊，只能这样讲，再不做点事，要直接翻盘了。不是刀锋直接拿大去清兵，怎么回事啊？山变三山，有海变渡海。等我复活。有亮，这边直接打掉他半条血。哇，你这个伤害偏低啊！天哪，刷这个刀锋，哎，复活甲，复活甲，不是不是，本来是结束的，但是现在结束不了了。没错，但是又结束了，就是这么突然，但是又结束不了了。没事啊，有山变三山，但是又结束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好奇怪，峰回路转啊！还好这场刀锋前面有爽到哎，不然的话这场真的是没得打。我只能跟你说，上天我还是挺熟悉的，这是上西天。OK， 我会了，完了。他这个玩法怎么回事？好，我懂了。出了点问题。
干嘛、啊？你干嘛、啊？这怎么回事、啊？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啊，出事了！救命！哎，玩法真的是要输入。